是第73届的金球奖入围名单正式出炉了。凯特·布兰奇主演的女同志爱情片《因为爱你》以5项入围最受瞩目，而描述华尔街金钱游戏的喜剧类电影《大麦空》是以4项入围。不过究竟奖落谁家，就要等到台湾时间1月11号才会揭晓。美国演艺界颁奖季热闹开跑，继美国演员工会奖之后，向来有奥斯卡风向球之称的金球奖第73届入围名单也正式出炉。The Golden Globe nominations today were really fun. There's a lot of things in play here, and for awards season, it's always nice when it doesn't get predictable. And this is a very unpredictable year. I like that.由凯特·布兰奇领衔主演，描述女同志爱情的浪漫喜剧电影《因为爱你》以5项大奖提名独领风骚。And yours?Carol. 除了戏剧类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导演外，因为爱你还将与《神鬼猎人》、《不存在的房间》、《惊爆焦点》与《疯狂麦斯》等片角逐最佳影片的头衔。He's been in there for 7 hours. I heard he had a breakdown.描述华尔街恶行的音乐喜剧类电影《大麦空》，剧情片《神鬼猎人》以及名人传记片《Steve Jobs》则是各获得4项提名，紧追在后。I'm still alive, obviously.喜剧类最佳影片入围则是包括了 Jennifer Lawrence 主演的《翻转幸福》、科幻大片《绝地救援》、《姐姐爱最大》、《大麦空》和《麻辣间谍》等片。You're going, okay? Yeah, bring one of your cats as a sidekick.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终身成就奖将会颁给首位黑人奥斯卡影帝丹佐·华盛顿。第73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于台湾时间1月11号举行，由英国谐星瑞奇·贾维斯第4度回锅主持。UDN TV 邮报旗编译。